这才是四川最值得去的16个热门景点。你最想去哪里？一、金口大峡谷；二、理塘；三、贡嘎雪山；四、都江堰；五、稻城亚丁；六、达瓦更扎；七、毕棚沟；八、达古冰川；九、四姑娘山；十、剑门蜀道；十一、九寨沟；十二、峨眉山；十三、黄龙；十四、乐山大佛；十五、阆中古城；十六、若尔盖草原。评论区说说四川还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。